熊猫村行动差点就抓住那些熊猫了，就连那两只小老虎也差一点点抓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点，差多少点都没用。那团长大人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你上次、上上次、上上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这次不一样，我发现了一个超级秘密。这只老虎有点眼熟啊。那团长大人真有眼光，听说他是老虎镇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大力士，外号虎中之霸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就是他破坏了我们的老虎镇进攻计划。本来我们已经夺取了老虎镇，没想到他突然出现，导致我们损失惨重。团长大人，只要抓住他，就能知道老虎力大无穷的秘密了，然后研究出厉害的武器，征服老虎族群。听起来不错，盗猎团711小队听令，立刻出发老虎镇。是。711那几个坏蛋躲到哪儿去了？啊，吉吉，你亲眼看到他们进入老虎镇了吗？绝对没错，卡卡，这里你熟悉，快去问问吧。啊，不要。我想其他的办法吧。哇，好高大呀。老虎镇的居民都很健壮。好厉害，大家都力大无穷。跟卡卡你一点都不像。卡卡，不要再躲了，你到底在躲什么呀？出来。卡卡，不用。卡卡，不好。卡卡，你回来了。大都会好玩吗？你好像又瘦了。卡卡，记得要多吃点，才能像我这么强壮啊。谢谢听力爷爷，太多了。卡卡，小心。宝贝，你回来了，好想你呀。默默啊。卡卡，这就是你家呀。这些都是你发明的。我们家卡卡从小就喜欢鼓捣这些小东西。每次卡卡做实验失败都要大哭一场。原来你是个爱哭鬼。才不是呢。卡卡从小就不太一样，所以啊，我才把他送到大都会学习。原来是这样。超市大优惠时间到了，我去买菜了。妈妈别出去，外星人来了，会抓走居民的。宝贝儿子，你还相信那本冒险笔记呀？阿姨，是真的，有三个外星人。有外星人也不怕，我可是大力士呢。妈妈厉害吧？可是很快回来。不是这个，那个也不是。怎样才能找出虎中之霸呀？找到了，找到粉色的健身带了，找到我爱吃的零食了。哎呀，找到了。警告你们，别再找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是虎中之霸。你说那个买菜的大妈，虽然是白色没错，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先抓住他再说吧。不能用空间球，这里四处都是老虎，很容易被发现的。那怎么办？把他引到那个小巷子里。好主意。哎呀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今天盒马超市打折，邀请您去呢。有这个超市吗？是新开的，全场打五折。好啊，在哪儿？穿过这条小巷就到了，跟我来吧。
这把枪真特别，我也买一把给儿子。别开枪，我就是个玩具嘛，还给你们。你们难道是外星人？嘿嘿，没错，我们就是银河盗猎团711小队。妈妈这么晚都还没回家，直接告诉我不对劲。别急，阿姨也许还在超市呢。是妈妈的菜篮子。这里有很多脚印。这是妈妈的脚印。这几个好像是711小队的。妈妈的脚印消失了，是银河盗猎团把妈妈抓走了。银河盗猎团，我要你们好看。快放我出去。我路不一样。警告你们，老虎一族可不是好惹的。别动。虎牙好像也有点不一样，你再做一下这个姿势，照片上是你吗？怎么可能，我是白老虎，这只是黄老虎。什么？这分明是白老虎。这分明是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，这是在老虎镇学校，这棵小树现在已经是大树了。所以这张照片至少有几十年了。快把我放了。好吧。住手，白老虎这么特别，正好带回去做研究。休想。在我们伟大的银河盗猎团面前，大力士就是小猫一只。三四郎，请武器。各位观众请看。弄错了。找到了。这叫软绵绵子弹，会让你瞬间全身无力。可惜只能维持10分钟。闭嘴，非要你说出来的。你们真的好幼稚啊。有了。好，三四郎快拦住他。中了他们的软绵绵子弹，你们快走。哼，太迟了。波波，你敢抓我妈妈，我饶不了你。原来是你妈妈呀，正好一起抓。琪琪，快带我妈妈走。小心。不准伤害我妈妈。卡卡，妈妈不用怕，看我们的。哼，看你有多厉害。机械手臂。嘿嘿。还给你们。好。好枪得分。看我的。我讨厌烟雾弹。什么都看不清了。干得好，再让他们尝尝软绵绵子弹。小心那些子弹。乖乖投降吧。
这个烟雾弹放得妙呀。卡卡小心啊。看来今天只能先撤了。看来软绵绵子弹效力过了。卡卡，这次全靠你了。我们爱哭的小卡卡长大了，可以保护妈妈了。哎呀，都说了我不爱哭。妈妈，你要干嘛？我要把你的这些东西啊拿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知道我儿子啊是个小英雄。到时候我就是英雄的妈妈，去超市一定会给我打5折啊，不，3折。难道他们正在找这只老虎？他们一定有什么阴谋，可不能让他们得逞。